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学习正手往前轻挑球。往前轻挑球是一种用于针对吊球的击球技巧。正手往前轻挑球有三个关键的动作要领，分别是预备、击球与复位。第一步，预备，正手握拍，以预备姿势侧身站立，在对手击球后迅速向来球方向垫步向前，右腿弓步上前，左脚脚尖点地，左手向后伸展，保持身体平衡，手腕向外展，掌心朝上，让球拍的拍头朝下低过右手。为了避免身体前倾导致击球触网，在完成击球前膝盖都要保持弯曲。第二步，击球，将球拍送至来球下方，利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将球轻挑过网，此时球的落点应该在尽量靠近对方网前的位置。第三步，复位，完成击球后迅速地回到预备姿势，做好回球的准备，反复练习正手往前轻挑球，让打出的球尽可能靠近对方的球网。